要跟他们合唱这个歌的时候，我有很多歌词都不敢唱。然后我碰到春风，我就说：“你什么状况会写这种歌词？什么你甲心窟窿好哇？什么骷髅去啊？什么先生有意思啊？”大家人的心肝内拢有一段过去。啊，春风在整个团里面，他是属于比较低调。我 Google 了一下，你以前是做金融业的、哦。拢过去。拢过去。其实我除了对唱歌有兴趣以外，我也是对金融业有很大的兴趣。真的真的，你知道那个春风那个进入金融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春风可以把衣服脱掉。很重要哦，要这样才能够进入金融业。拜托，叫我姐帮你脱。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哦，睡睡睡。有看到吗？只有这样吗？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，通通帮你拿。呼呼看一下就好，一点一点慢慢来。哇，流鼻血了啦！好，拿着。流鼻血。我跟你说，我不是没有准备的。我其实以前也是金融业的，不相信你看。有没有看到？你一直在想说啊，现在怎么没有了？雷射，雷射。不是啊，你弄上面有什么了不起？老婆，你准备好了。有看到吗？什么啦？这是纹身贴纸吧？哪是啦？你以为只有这样吗？哦、你真的以为只有这样？真的吗？这是刚刚去厕所弄的。不是啦。啊？还有哦。哇哦！这两个字念出来。平生。那还不平生？我也要一张啊！什么？刺上去？我们下次演唱会也想弄。好，不要乱来。谢谢你们来了，真的，全三个我最喜欢。又可以，我觉得旁边好。